贺军翔的打击，这个球中外野方向，再见大冠全垒打，不用打了，再见再见全垒打了，不用了，赢了，一个字爽。全明星运动会最新一集，蓝队队长小美、贺军翔、乐乐棒球、保龄球、标枪三项全勤，38岁的霸腿正要起飞。二局下半，蓝队5-7，两分落后，攻占满垒，贺军翔的打击，这个球中外野方向，再见大冠全垒打，再见满贯逆转全垒打。贺军翔，太猛了！哇，英雄式的跑回本垒，贺军翔这一棒再见逆转满贯全垒打，让蓝队是9-7打败了红队，拿下了乐乐棒球的胜利，根本就让炳耀帅不到。哎，别着急，血脉喷张、小鹿乱撞的部分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这个高飞球谁来接呢？哇，人长得高的来接。你哪来白搭？家里金边花。你哪来白搭？家里金边花。除了超强守备，王品浩的标枪更是简单粗暴 ，carry 全场。王品浩第一次的投掷，王品浩第二次投掷出局。蓝队至今是0-7。超越了张庭湖，成为了大会第三高的记录了。相比这头正旺的气势，但是深陷不练习风波的李芷婷，这回没有逆袭成功，反而被杆子三振，打破另类的记录。打球轮到第二棒的李芷婷，没有关系，不要弄了。哇！如果他三个好球就自动出局了。让他打，让他打，加油！不要想那么多。这是棒球的话，哎呀。这是棒球的话，哎呀，我觉得我的问题应该是大家，真的是里面最多的，我真的有事要练习。没事没事，队长扛得住，咱们继续看蓝队稳定输出。再来，蓝队是贺军翔上场了，阿猛如果会打保龄球，大家应该也不意外啊。哦，第二经典9-4，而且这次也不难捡，这个球就要打很直了。不过保龄球的直球、曲球、飞碟球，今天多半他们还是都是打直球为主哦，比较稳。有，对呀，捡起来，捡到。小美稳一波 ，MVP 自然是手到擒来了。哎，得奖的是小美贺军翔。非常得奖感言，我真的真的这辈子没想过会有一天拿到 MVP 这个奖项。对，因为小时候是还蛮常看 MVP 情缘，这是一个字爽。